我在时光的流年里静待春暖花开。朋友们好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：老公在我的水杯里下了堕胎药，我流产大出血，性命垂危。他开心和小三一起开香槟庆祝。出院后，我反手让他断子绝孙，他却跪在地上痛苦哀求我放过。今天是我做孕检的日子。 老公周磊全程陪同，一路上他的手还细致的帮我揉捏着后腰，我抚摸着孕肚，沉浸在医生说孩子发育良好的喜悦中。五个月后我就要做母亲了，而周磊看起来却心事重重。小婉，这个孩子我还是不太放心。我知道他的顾虑，在我还不知道自己怀孕时，因为得了流感。 所以吃了很多抗生类药物，周磊说这些药物会致使孩子畸形，还时不时给我发送很多畸形儿的照片，我看得心惊肉跳，也考虑过打掉这个孩子。但随着一次次孕检，我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。而周磊作为一个妇产科医生，他似乎在这方面比我顾虑更多，更小心谨慎。我宽慰他。 不要担心，等到月份大些，我们再来多做些检查，一切按照检查的结果来，好吗？他才勉为其难地点了点头。他想起了什么似的，转瞬又换了副面孔，笑着问我：“今天的药还没有喝吧？”他拧开保温杯的杯盖，贴心的递到我的唇边。 因为他是医生，所以我孕期的一切营养补剂都由他一手包办。我瞥见杯口沾着的一圈白色粉末，随口问他：“这又是什么药啊？”他含糊其辞：“给孕妇补钙的。”我在他殷切的目光中，把杯里的水一饮而尽。周磊还要留在医院里加班，我只好一个人回到家，做了一天检查。 我一回家就窝进沙发里，倦怠让我抬不起眼皮，躺在沙发上沉沉睡去。我是被小腹钻心的疼痛痛醒的，一摸额头，已经沁出一层细密的冷汗，像是有一把尖利的匕首肆意搅动着我的五脏六腑。我颤抖着手往下一摸，摸到一手黏腻湿滑的液体，是血，血浸透了几层衣服。 打湿了沙发，漫到了地板上。我目之所及都是一片骇人的红色。我慌乱地翻找着手机，想要求救，可疼痛和失血过多让我手抖得不成样子。叮咚，手机收到一条新的消息，是周磊。我点开他的对话框，想要求救，入眼却是几张像剥了皮的嫩羊羔一样的婴儿照片。 他们身体都以各不相同的方式肿胀着、扭曲着，我控制不住自己发出了尖叫，手机跌落在地，视线渐渐变得模糊。我用尽最后一丝力气拨通他的电话，忙音在空旷的客厅回荡。失血过多让我眼前一片漆黑，最终被黑暗吞没，我昏了过去。再醒来时。 我已经被推出了手术室，麻药让我的大脑变得迟钝，痛觉虽然消散了，但濒死的恐惧感依旧包围着我。我依稀辨认着围上来的人，是婆婆和周磊。我看到护士似乎把什么东西丢进了医用垃圾袋，像是一团模糊不清的血肉。意识到那是什么后，我突然像是被人攥紧了喉咙。 眼泪簌簌落下，是孩子，是我的孩子。一天前，他还是我腹中的一个幼小生命，现在却像是被随意丢弃的垃圾。周磊顺着我的视线望过去，我敏锐的捕捉到他眼底的一丝嫌恶，他的眉头轻轻皱起，甚至掩住了口鼻。电光火石间，一个念头在我脑海中划过：周磊并不想要这个孩子。 我引产加上大出血，几乎在手术台上丢掉了半条命。刚出手术室时，短暂的清醒了一会儿，又因悲痛和虚弱陷入了昏迷。当我再睁开眼，周磊却不在身边，只有婆婆拿着一块毛巾准备给我擦脸。我的声音阴哑的可怕。妈，周磊呢？我拿起床头的手机，再次给他拨通了电话。 依旧是盲音，无论是晕倒前的那些图片，还是他在手术室外的那个眼神，再到现在的不见人影，都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的心里。婆婆没好气地把毛巾摔在脸盆里：“去哪？当然是上班赚钱啊！你住这个单人病房，一天要花我儿子多少钱？家里哪有这么多钱给你烧？”我气急反笑：“怎么？” 你不花你老公的钱，你还想花别人的钱？这我可不敢学。他似乎恨我从他身边抢走了儿子。自从结婚到现在，每次见面都会找茬跟我吵架，所以我们从没有好好相处过。一开口就像是世界大战。我的话一出口，他正在原地，好像是没想到我刚从昏迷中醒来就战斗力超强。 虽然我的小腹仍在隐隐作痛，丧子的悲伤也萦绕在我的心头，但趁我病想要我命，没门！婆婆的脸红一阵子一阵，她在病房里像一头发疯的狮子一样咆哮：“你这个不下蛋的母鸡，和小磊结婚五年，肚子没一点动静，好不容易怀了，又这么没用，连个孩子都保不住。” 不知道小磊到底看上你什么？他的声音立刻引来了不少人在我病房前围观。我见势立刻装起柔弱，滚下一行泪，面色惨白，虚弱的捂住了小腹。妈，你怎么能这么说？我流产大出血，差点死在手术台上，老公不闻不问，现在还要挨婆婆的骂。你们，你们真的欺人太甚！ 好一出柔弱媳妇恶婆婆,婆，众人纷纷对她指指点点。她恼羞成怒，对着门外的人吼道：“看什么看？妈，我这么久没怀孕，也都是因为我装作难以启齿，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，才声泪俱下的说，是因为他不行啊，连这个孩子都是我们做了很久试管才怀上的。”她涨红了脸。 你到底在胡说什么？我的确是胡说。周磊就在这里上班，估计这个消息很快就会传遍整间医院。打蛇要打七寸，而婆婆的七寸就是她的宝贝儿子。而周磊，无论是我晕倒前的照片，还是他现在的消失，都让我心寒。我从来不是会忍气吞声的人。 直到护士来了，驱散了众人，才结束了这场闹剧。婆婆狠狠白我一眼，怒气冲冲地离开病房。我知道她一定是去向周磊告状。我悠闲地躺回床上，等着周磊来跟我算账，顺便在家政服务软件上请了一位最贵的护工，刷周磊的卡。倘若一直让婆婆照顾我，恐怕我会更快归西。 周雷赶来病房时，我正在喝护工帮我买来的鸡汤。他的衬衣领口熨烫的没有一丝褶皱，整个人神采奕奕，甚至身上还有淡淡的香水味，更衬得病床上的我憔悴虚弱。看起来失去孩子这件事并没有影响他一丝一毫。他面色不善，压着怒气问我：“是你说我不行？” 你知不知道，现在单位已经传遍了？我冷笑，要不是我这样说，估计我现在都还见不到你吧。我在家昏倒的时候打电话你不接，还是邻居听到我尖叫才报了警。大出血刚下手术台，你也不闻不问，你心里没有我，更没有这个孩子。我都不敢想，如果没有这个好心的邻居，我会怎么样？ 可能会因为失血过多死在那个寂静的客厅。他结结巴巴地解释：“那那我不是在忙吗？哦，现在不忙了，有空来质问我了。”他被我怼得哑口无言，沉默良久，最终才缓和了脸色，脸上堆着笑来哄我。可我只觉得他脸上的笑虚假而刺眼。他说：“你刚做完手术。” 生这么大气对身体不好。我不是来质问你，只是听妈说你醒了，这不就立刻赶过来了。我好像不认识面前这个与我同床共枕五年的人。我盯着他看了很久，才开口：“你怎么做到失去了孩子还像个没事人的？”想到那些没日没夜的孕吐，想到酸痛的后腰，想到一个小生命在我肚皮之下微弱的胎动。 我的眼泪又簌簌滚落。我和周磊这次谈话不欢而散，而怀疑的种子一旦埋下，就会在心里疯狂生长。我终于在医生来查房时问出了那个我最想问的问题：如果我孕早期不小心吃了抗生素，会不会导致胎儿畸形呢？医生笑了笑，是有这种几率。 但只有长期服用才有可能导致这种情况。我的心里惊涛骇浪，这和周磊和我说的完全不一样。而因为他妇产科医生的身份，我从没有对他的话产生过怀疑。我的心砰砰直跳，但仍不死心的追问：“那我看到网上说治鸡的概率很大，我自己也在网上搜过，更让我对周磊的话深信不疑。” 你也知道的吗？什么病？上网一搜，最低癌症起步，还是应该以医生为主。所有的一切都串联起来了。他从刚怀孕时就在骗我，想要诱导我打掉这个孩子。听到我产检正常后，周磊凝重的神色，失去孩子后他好像无事发生的态度，都指向了一个事实：他真的不想要这个孩子。可他为什么不说？ 如果他说出来，我一定不会一意孤行生下一个不被父亲期待的孩子。他当初得知我怀孕的喜悦，捧着我的脸说想要一个长得像我的女儿，难道这一切都是假的吗？我只觉得恐惧。我发现我似乎并不了解周磊，直觉告诉我，我的流产也和他脱不了干系。晚上我去洗漱时。 特意把手机留在了病房，病房里只有老公和依旧骂骂咧咧的婆婆。为了给他们制造独处的环境，我特意去了稍远一点的水房。婆婆看我走远了，立刻把门一关，急着向周磊告状：“你今天都没看到他那个样子，简直像是要把我活吃了。我只是打水给他擦脸，他一醒来就摔了水盆骂我。” 也不知道抽哪门子风，我真是佩服婆婆颠倒黑白的能力。妈，你再忍忍，他爸妈说今年打算全款给他买套房子，写我们俩的名字。到时候我俩离婚，起码能分到一半。等房子到手，我就跟他离婚，给你换个听话的儿媳妇，一定不和你作对。你和小丽还处着吗？我看那个女娃就挺好。 老公竟然在外面有了小三，还觊觎我家的房子，震惊和心碎让我僵在原地，紧紧捂着嘴不让自己哭出声。行，我跟他离了，就让小丽给你生个大胖孙子。那我的孩子呢？他连降生在这个世间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变成一团模糊的血肉，被扔进垃圾桶里。婆婆问。 怎么不让他把肚子里那个生出来？好歹是咱老周家的种嘛。周磊答：“生出来离婚以后，每个月还要给他抚养费。一想到这个孩子有他妈的一半基因，估计以后我看到就觉得恶心。”婆婆洋洋得意：“不要就不要，想给我儿子生孩子的女人多的是，咱们也不差这一个。”周磊叹了口气。 要不是当初看他家里有点钱，我怎么会跟他结婚？我说他两句，他得对三句，哪有点当人妻子的样子？我这几年在他面前伏底做小，演戏真是演够了。婆婆宽慰他：“这种脾气的女人，跟你离了以后也没人要。”他又想起什么似的，担忧地问：“你给他下药那个事儿，可别被他发现了。”放心吧，妈。 我怕留下购买记录，堕胎药都没敢从网上买，都是从医院里拿的。他这个蠢货发现不了的，估计现在都还以为我是对他言听计从的好老公呢。婆婆夸他，我儿子就是聪明。妈，你是不知道，别的孕妇到了七八个月才会长妊娠纹，他才五个月就长了一肚子，像个裂开的破皮球，也不知道保养保养。 看了，让人没一点兴致。他们说到兴头上，丝毫没有注意我留下的那部手机早已打开了录音功能。而听到这些录音的我，遍体生寒，瘫坐在地。原来我的爱情、我的婚姻，一切都是假的，甚至连周磊这个人都是虚假的。他从大学时就开始追我，我被他的锲而不舍打动。 虽然这段恋情被我爸妈所反对，他们觉得门不当户不对，而且有个厉害且粗鄙的婆婆，嫁过去肯定会受气。而我一意孤行，觉得我们的真爱能打败一切世俗的偏见，义无反顾地和周磊结了婚。父母也只好妥协，甚至出钱给我们办了婚礼，还在工作上也给了周磊很多助力。 他才能在这家医院坐稳这个位置。就连我们婚后住的房子也是爸妈的。我和周磊也一直是朋友们眼中的模范夫妻。这些虚假的甜蜜让我看不清眼前的现实。当真相赤裸裸地摊开在我面前时，我才发现我的爱情是多么的愚蠢可笑。周磊竟然利用职务之便，在我的水里下药。 险些害得我一尸两命，而他还做着分到我的一半财产后再娶小三，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的美梦。血债只有血能来偿。我在黑暗中攥紧了双手，指甲刺进了掌心。这次我一定不会善罢甘休。我在医院休养了几天，便回到了家。跟我们一起回来的还有婆婆，美其名曰照顾我。 但我知道一定不会这么简单。没关系，我有的是时间和精力跟这两个凶手斡旋。我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下单了许多针孔摄像头，保证家里的每个角落都尽收眼底，但又不能被周磊和婆婆察觉。布置好这一切后，我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而婆婆在这时敲响了我的房门。 他殷勤地为我送上了一碗鸡汤，小婉呢、啊？这是妈熬了几个小时的鸡汤，给你补身子的。我在心里冷笑：黄鼠狼给鸡拜年，没安好心。既然他要演戏，那我就和他一起喽。我也学着他的样子，皮笑肉不笑。谢谢妈，不过我现在不饿，你就放这儿吧，我一会再喝。婆婆不放心的嘱咐。 那你一定要喝呀！离开卧室时还不放心的，一步三回头。殊不知，他刚刚在厨房里的小动作已经被我尽收眼底。他先用擦地的抹布擦了擦这口砂锅，又在熬鸡汤时倒进入一些白色的粉末，最后仍不解气的朝里面唾了一口唾沫。这汤可真是五毒俱全啊！ 那我怎么好意思辜负婆婆的美意呢？周磊下班回家，刚进卧室，我就殷勤地端上了婆婆为我特制的那碗汤。老公，婆婆特意为你留了一碗鸡汤，还热着呢。周磊不疑有他，接过鸡汤尝了一口。我问他味道怎么样？嗯，很鲜。我附和他，咱妈的手艺真好。我一口气喝了两碗。 或许是我和婆婆的关系缓和，让她心情不错；又或许是这碗汤真的很好喝。总之，她喝了个精光，我才悠闲地捧着碗去厨房，冲婆婆晃了晃一干二净的碗：“妈，周磊说很好喝，还夸你的手艺好呢。”婆婆得意：“那是当然。等等，你说什么？这汤是周磊喝的？对呀、啊。” 我喝不下，就给他了。婆婆急得跺脚：“你怎么能给他喝呢？”婆婆冲去卧室里，从床上一把拉起周磊，吐出来，快吐出来！周磊见状，已经明白了七八分，忙不迭的往卫生间跑，蹲在马桶前干呕了好久。我仍在装无辜：“为什么我能喝，周磊不能喝？难道里面加了什么东西？” 婆婆被我戳破，恼羞成怒。什么东西？哪有什么东西？我还能给你下药？我冷笑，看周磊和婆婆心照不宣的样子，这包白色粉末，她肯定也知情，甚至可能是她给婆婆的。既然他们这么紧张，这一定是什么了不得的东西了。第二天，我就联系了一家检测中心，检测报告让我不寒而栗。 砂锅里剩下的粥里有过量的促雌激素药物。如果我的雌激素分泌过量，轻则月经不调、卵巢囊肿，重则不孕不育、子宫病变。而这些又是女性的常见病。如果不是我提前知道，就算有一天病发，也根本不会怀疑到投毒上。周磊为了不再有突如其来的孩子打乱他的计划。 竟然想害我不孕不育，他就是一只披着人皮的豺狼。我把检测报告揉成一团，攥进掌心。既然他送给我这么一份大礼，我怎么好意思不回报？我给他准备的惊喜也应该登场了。周磊下班后推开家门，里面却是一片漆黑。他狐疑的伸手去按开关，却没有意料之中的亮光。 我早已拉掉了电闸，他试探着出声：“妈，晚晚，婆婆最近爱上了在小区里跳广场舞，这会儿还没有回家。”而我在漆黑的卧室里看着客厅摄像头里传来的画面，没有出声。停电了，他一边嘟囔一边往里走，却在看到客厅里的那张沙发时顿住了脚步。 是那张被鲜血浸泡的沙发，上面是大片大片暗红的血迹，在黑暗里像一张血盆大口。明明出事后，周磊就把他丢到了垃圾回收站，此刻却堂而皇之的出现在了他的客厅。可惜这个摄像头并不是很清晰，我没办法欣赏他精彩的脸色。沙发一角盖了块白布，下面是我精心为他准备的惊喜。 他身体僵硬，颤抖着上前，犹疑的伸出手，把那块白布掀开一角，是一个婴儿的玩偶，血淋淋的，静静的躺在沙发上。在他掀开白布的一瞬间，布偶发出了天真又尖利的笑，回荡在漆黑的客厅里。他发出一声很不体面的尖叫，就像流产那天看到那些图片后的我。他连连后退几步。 却被身后的茶几绊倒，重重跌坐在地。我欣赏够了他的恐惧和窘迫，才不紧不慢地走出卧室，装作被他的声音吵醒：“老公，怎么了？”他语无伦次地指着沙发：“沙发，这个沙发怎么又回来了？”我还是觉得这个沙发坐着舒服，就又捡回来了。洗洗还能用吗？我上前去扶起他。 看到黑暗中，他的脸色惨白，手抖得不成样子。我凑近他，如同一只幽灵，在他耳边低语：“老公，你怎么这么害怕？是心虚吗？是怕我们的孩子来找你索命吗？”他一把推开我，目光惊恐，像是在黑暗中见到了鬼。经此一事，周磊被吓得不轻，而我仍在装无辜。 沙发是因为坐着舒服才捡回来的，娃娃，我没了自己的孩子，还不能买个假的安慰自己了吗？周磊质问我，那索命又是什么意思？我只是随口一说，你这么认真干嘛？你到底在害怕什么？他当然不相信我的这套说辞，但也无言以对。而我的报复远远还没有结束。 他掀开被子准备睡觉时，会发现沾了血的布玩偶。他拆开快递，里面是一只录了婴儿啼哭的录音笔。他在凌晨四点按亮手机，屏保是他曾经发给我的畸形婴儿照片。他总是怒气冲冲地来质问我，又被我装傻挡回去。他碍于房子还没到手，不敢与我撕破脸，明面上还要装二十四孝好老公。 只能哑巴吃黄连，有苦难说。他的精神在这些钝刀子磨肉似的恶作剧里，一天接一天地衰弱下去，而他的忍耐似乎也到了极限。很多次旁敲侧击地问我：“爸妈到底什么时候给我们买房？”哦，这就等不及了。真正的惩罚还没开始呢。我看着他憔悴的样子，心情大好。 在家开了瓶红酒庆祝，却又在我的红酒杯底部发现了熟悉的、还没融化的白色粉末。上次那件事后，我从不吃婆婆做的饭，离开自己视线的水也不会再喝，不给他们一丝机会。但没想到他们竟然还没放弃。我晃着杯中的红酒，既然他们把药送进我的手里。 那我只好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了。我隔天就买了两个一模一样的杯子，同款不同色。我特意嘱咐周磊，我的是粉色，你的是蓝色，你别用错了。我确保我的声音不大不小，能正好让婆婆听见。而周磊正忙着和谁聊天，小三还是小四，我根本不在意。他哦了一声，又问。 之前的那两个呢？我洗杯子时不小心打碎了。我把两个杯子并排摆在餐桌上，钩子已经放下去，就等于上钩了。我在监控里清晰的看到，婆婆把同样的药撒进了我的那个粉色杯子里，而我装作全然不知，端起水杯，在婆婆殷切的目光里浅抿一口，果然无色无味。 却在她转身后，把水飞快吐进水池里，并把剩下的半杯尽数倒进了周磊的水杯里。每次婆婆在我的杯子里添了水，我都趁她不注意倒进周磊的水杯。引线我已经埋下，静待着他们爆炸的一天。但在此之前，我接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电话，对面是一个听起来很陌生的女生：“你和周磊离婚吧。” 他爱的人不是你，是我。哦、oh,，是周磊口中那个叫小丽的女人。我正要挂断电话，忙着和周磊斡旋，我现在可没空打小三。但他接下来的一句话却引起了我的注意：连你流产的那晚，他都跟我在一起。流产那晚的事一直是我的逆鳞。我装作慌乱，哽咽着反驳他：“不，不可能。” 你胡说！你有什么证据？紧接着，我的手机收到几张图片，上到他们的亲密照，下到聊天记录和转账。周磊呀、啊，周磊，你和我离婚，就为了和这么一个蠢女人在一起，蠢到把出轨证据都亲手送到我的手里，都不用我费心去搜罗。我一张张点开这些照片，已经不能让我的内心。 有丝毫波动，但滑到一张聊天记录时，我的手却顿住了。是我流产那晚他们的合照，周磊和那个叫小丽的女人，一人端着一杯红酒，而小丽亲昵的倚在周磊的怀里。我看了看拍摄时间，是那晚我给周磊打电话后。我的血液似乎凝固了，巨大的愤怒吞没了我。他们在庆祝。 他们在庆祝我的流产，周磊的恶毒一次次的突破我的认知。我闭上眼睛，努力平复心情。我在心里酝酿着最后一次重击。接下来几个月还算是风平浪静。一天晨起，周磊在镜子前手握剃须刀，迟疑的摸着自己的下巴，自言自语：“胡子这么久没刮，怎么也没长呢？”我在心里冷笑。 看来周磊为我准备的促雌激素分泌药还真不错。他不仅很久没长胡子，连声音都变得尖细。连婆婆也察觉出了他的不对劲：“小磊，你好像有哪里不一样了？”哪里？婆婆仔细端详了半天，才笃定的开口：“皮肤变好了。”我几乎被这两个蠢货逗笑了。皮肤细腻，不长胡子。 声音尖细，这还只是这药的副作用之一。更重要的是，它会让男人彻底失去生育能力，变成一个彻头彻尾的太监。我眼睁睁的看着他每日的变化，看着他亲口吞下自己酿出的恶果。时机已到，是时候和周磊清算我们之间的恩怨了。我给周磊的领导单位邮箱。 都发送了一个长达数十页的邮件，举报周磊的婚内出轨。合上电脑，我独自享受暴风雨来临前最后的宁静。如我所料，周磊下班后几乎是冲回家的。他破门而入，怒气冲冲的质问我：“沈婉，你他妈是不是疯了？”我欣赏着他无能狂怒的样子。是啊，我疯了。 我流产的时候就疯了，是被你逼疯的。他再装不住二十四孝好老公，终于露出了他的真实面目，双眼猩红，头发凌乱，像是一只无能的困兽。你他妈在家里神神叨叨也就算了，现在你还想毁了我？你这个疯女人，老子要跟你离婚！我报以微笑，求之不得。 一直在卧室门外偷听的婆婆，此时终于坐不住了。她强行把周磊拽到一边。他家的房子还没到手呢，现在离婚对我们没好处。周磊狂躁的抓乱自己的头发：“妈，我忍不了了！再这样下去，我会疯的。你知道他干了什么吗？他跟医院举报我出轨，我因为作风问题被停职待查了。” 只是停职，那还远远不够。看来我还要再添一把柴，让火烧得更旺些。那天周磊说完离婚后，我就立刻雇了几个人，把婆婆和周磊的全部行李都丢出了家门。毕竟这是我父母的房子。为了防止他们狗急跳墙，威胁到我的人身安全，我决定暂时找一家安保很好的酒店住下。 在和周磊见面时，是在民政局。短短月余不见，他已经和之前判若两人。青黑的眼底，皱皱巴巴的衬衣，活像从哪里钻出的一个流浪汉。但和他一起来的还有一个女人，画着夸张的妆容，劣质香水味我几米外都能闻到。他俩还真是般配。看到我来了。 周磊的手立刻环上那个女人的腰，像是无声的炫耀。离婚手续办得很快，我终于拿到了那本梦寐以求的离婚证。我终于结束了这段噩梦一样的婚姻，离开了这个披着人皮的魔鬼，竟有些想要落泪。然而，这个魔鬼正揽着小三，好好的站在我对面，提醒着我一切远远还没有结束。 我面带微笑地走到他们面前，周磊居高临下地看着我：“怎么后悔了？你想不想知道我举报你的那些证据是从哪里来的？”我对着小三抬了抬下巴：“每一张都是他发给我的。”周磊的表情从不屑再到疑惑，又到愤怒，他额头上的青筋暴起，攒足了力气抽了身边的女人一个耳光。 他被打得歪倒在地，妈的，你敢回老子！女人坐在地上抽泣，你敢打我？我只想让你属于我一个人，我有什么错？看狗咬狗实在有趣，我不由得笑出了声。我又对地上的女人说：“一个太监你都当个宝，你吃点好的吧。”女人茫然，什么太监？她突然想到什么似的，指着周磊叫骂。 呸！你还说你那是太累了，我看你是浑身上下只有嘴硬。周磊皱着眉：“你他妈又胡说什么？”我凑到他耳边轻轻说：“你妈给你调的特制补药，好喝吗？”他才如梦初醒，身上的种种异常在此刻串联成线索，清晰的指向我这个罪魁祸首。他暴怒，冲上来的样子像是要把我撕成碎片。 他掐着我，力度大到快要拧断我的脖子，窒息感却没有让我恐惧。民政局人来人往，他很快被围上来的人们摁倒在地。他仍在奋力挣扎，嘴里不停叫骂：“沈婉，你这个贱人！我要报警！你他妈这是投毒！”警察来时，周磊还被摁在地上。谁报警？我我我！警察。 他投毒害我，周磊在地上挣扎着出声。我们被警察一同带回警察局，上交了手机。而警察似乎认为这只是夫妻间的家庭纠纷，所以他把我们一起关进了调解室。我不怕他们查，我只怕他们查不出。你说他投毒，那你有什么证据？警察问。周磊忙不迭的起身，又被按下。 可以带我去做检查，或者带我的水杯去做检测，绝对有药物残留。我装傻，什么投毒，我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调解室的门被打开，另一位警察进来耳语了几句，又退了出去。警察对周磊说：“你说他投毒，药却出现在你的购买记录里。我买那个药不是给我吃的，是给他。” 他说话说到一半，才意识到不对，急忙截住话头。他又改口：“不是他用我的手机买的，是他。”但来不及了，他的话清清楚楚落在了我和警察的耳朵里。我佯装疑惑：“买给我吃？为什么要买给我？”我意识到什么事的，瞪大双眼，捂住了嘴，才没有让自己惊叫出声。我颤抖着说。 你是说，你原本想要给我下药？周磊恨恨地瞪着我，他意识到再查下去对他无益处，只好堆着笑对警察摆摆手：“误会，哈哈，误会，我们夫妻吵架而已。”而我表情惊恐，拉着警察的衣袖：“是他是他想要投毒害我，我要立案，物证俱在。”警察才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。 我和周磊被分开关进了审讯室。我离开警察局时正是清晨，天光熹微。全程我都没有污蔑他，我照实说出我蹊跷的流产和周磊对我家产的图谋，只是一口咬定了我对出现在周磊体内的残留药物毫不知情。因为人证物证俱在，真相很快水落石出。医院的监控对不上的药品单。 他的购买记录都指向了一个事实：是他利用职务之便盗取堕胎药投入我的水里；再到我出院后，他联合婆婆在我水中下药，却被他误喝。但整件事情还剩一个疑点：误喝，就这样巧合。警察问我，可能是因为我们的杯子很像吧？我把头发挽到耳后，淡淡的说。 我在走出警察局时，他正被押去拘留。他在擦肩而过时，紧紧抓住了我的衣袖。他跪在地上祈求我，鼻涕眼泪呼了一脸：“小婉，你撤案好不好？求求你，只要你撤案，你想要我做什么都行。我要是被拘留，医院肯定会开除我的，我的一辈子就毁了。” 我冷漠的一根一根掰开她紧攥着我衣袖的手，居高临下的说：“这是你应得的。”我站在警察局的门口，看着太阳一点一点从地平线跃起，刺目的光线让我有些想要落泪。一切似乎终于尘埃落定，周磊是主犯，而婆婆是从犯，两个人一起被判处了拘役。 他盗用药品对医院的影响极大，从原来的停职到被开除。我最后一次听到他的消息是在从前的邻居那里，听说他出狱后找不到工作，只好和他妈回到了乡下。他的身体看了许多医生也没有恢复，小三也甩了他。我听到这一切时，心中却没有意料之中的畅快。我是识人不清。 亲手把自己送进了虎狼窝了，又在周磊给我编织那个名为爱情的美梦里沉醉，几乎断送掉了自己的一生。我亲手撕开了幻想，才发现哪里有爱情，不过都是算计和图谋。我对不起的唯有这个孩子，希望我做的这一切能让他安息。对不起，让你成为了妈妈虚假爱情的牺牲品。 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回到这里，我把这套房子卖了，准备回到父母身边，离开这个有着很多痛苦回忆的城市。在关上房门时，我朝着里面深深的看了一眼。我在这里流泪、受伤、被欺骗、被伤害，而现在一切终于结束，我和痛苦的回忆挥别。关上房门，我要迈向自己的新生。